手放开，旋转的轻盈裙摆，跳跃在闪耀舞台，鲜花会在掌声中如雨盛开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勇敢说出心中对梦的期待，相信踮起脚尖能触碰心海。你们两个过来吧。凌晨，你最近怎么了？状态这么差。我是凌晨，海武附中今年的应届保送生。从洛桑到巴黎，从莫斯科到纽约，跳舞拿奖。在母亲的安排下，我成为了人人羡慕的舞蹈天才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已经被这种安排好的人生压得透不过气。我要实施我的逃跑计划。于老师，凌晨之前的脚伤刚好，状态还没恢复，你再给他点时间吧。时间？你们以为时间还很多吗？你们以为你们能在舞台上跳几年？你们以为一个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又能有几年？于老师，凌晨，不要因为你保送进了海舞就可以懈怠，进了海舞才是真正的开始。我明白了吗？以后在学校叫我老师。今天到这儿吧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我是石小春，今年的应届艺考生，来自西双版纳。我从小热爱跳舞，跳舞让我感到快乐。这里有海舞，我梦想的学校。啊，我马上就要和我的网友金刚老芭比见面了，他也是今年的艺考生。海舞是我们共同的梦想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我现在就带你研究。未名湖畔的野孔雀，金刚老芭比。哎，我叫红骄阳，以后你叫我老红就行。你好，我是石小春。网友面基成功。嗯，走，我带你去酒店。冲冲冲，漂亮。就是这儿，我们考海舞的学生都住这儿，离得近又便宜。上。老板，开个房。开房一百一天住几天啊？三天吧，顺利的话我们再续住。考哪个系？芭蕾。身份证拿来吧。啊，给你。好。学习资料要不要？啊，要，谢谢啊。哦，耶。U 盘200，扫码吧。
啊，那我不要了。这可是我们家镇店之宝啊，初试所有的剧目示范都在里面，只要掌握了这个，过初试不成问题。哦，跳的可真好啊！他叫凌晨，外号天鹅王子，海舞附中最强的天才保送生，9岁就拿过欧洲芭蕾舞大赛少年组冠军了。这个女孩呢叫于曼曼，是他的舞伴，也是保送生。据说俩人青梅竹马，一直搭档到现在，默契超凡。再看你付费了。付什么费啊？走了，小孔雀。哦。哎，身份证还没拿呢。我看你们俩人美心善的，就打个折吧，50块钱，房费1天100，一共350，行就扫码。啊，我要了，别听他的，奸商。嗨，我骗你们干嘛？我们家开店20年了。嗯，好了，谢谢啊。U 盘、房卡、身份证。谢谢啊。小春啊，住的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和室友还合得来吗？嗯，合得来，特别好。我们俩现在已经是亲密战友了。哎，这次你去海城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你可别忘了啊！哎呀，爸，你都念到100遍了，巴兰钦，巴兰钦，爸，是你女儿考试重要，还是你偶像重要？你还想跟巴兰钦比啊？能不能完成任务 ？Yes, sir。保证完成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写舞蹈备忘录。吃饭了。别再吃了，你今天卡路里已经超标了。嗯，我吃饱了。进入了海舞，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。我明白，那我进屋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出去透透气，就在校园里转转吧。明天还要助考呢，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他跳的可真好，老红，你说我。明天就考试了，不行，我得再去练练，包下佛脚。Thank you.
二位生。专注，走。送。指尖太高。你不是那个视频里的王子吗？我叫凌晨。啊。你是海武的学生？我是来参加艺考的。我就说嘛，这海武的门槛也不至于这么低，你一定要好好考，虽然你也考不上。跳得好了不起啊，我一定会考上海武。光会说可没有用，加油吧。小春，你多少号？我32号。对不起啊。哇，大家真的是都好厉害啊！那是。这可是全中国最好的舞蹈学院，当然是卧虎藏龙了。哎，大黄，旅馆老板，嗨嗨，你怎么也来参加考试啊？啊？我说你怎么也来参加考试？嗨，我爸妈非说我是海武后街长大的小孩，这祖坟上啊就一定冒着舞蹈家的青烟，硬是让我过来试试。那大家都在热身，为什么就你不动啊？来都来了，见招拆招呗。老洪，咱活动。请21号到30号的考生做好准备。哎，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昨天你视频上的那个什么，什么天鹅王子啊？什么王子？我看就是个死天鹅。昨天你不是还崇拜人家吗？善变的女人。那是我昨天眼瞎。30号考生潘潘，在这儿呢。30号了，潘潘。这样压一下，压一下。之前老师不说了。潘潘。好。这个。哦，是我。怎么了？我隐形眼镜戴不上了，这看不清怎么跳舞啊。你不用太紧张，放松下来，我帮你。来。谢谢。好些了。啊，你跳舞练习的样子我看到了，跳得很好，加油。这人品看起来也没那么差嘛。一位，二位，三位，四位，五位，六位。好，四队准备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5、6、7，收。好，所有人右手扶把杆，五位站好准备。5、6、7 ，passé 上。好，收。来，这位同学，请自我介绍一下。老师们好，我叫孙谦，我来自深圳。为什么选择报考我们海武呢？因为我想当中国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，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。嗯，好，这位同学，自我介绍一下。老师们好，我叫石小春，来自美丽的西双版纳。你为什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报考我们的海舞啊？因为我觉得跳舞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。我爸爸说，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就要来海舞，所以我来了。嗯，好。
那就这么定了，咱们赶紧把出事的名单公布一下。哎，等等主任，您看一下，32号石小春，我觉得这孩子还挺有意思的。今年这么多考生，就他一个人说跳舞能让他快乐，我觉得他这份单纯的热情挺难能可贵的，我们是不是再留看他一轮啊？这个孩子我记得，民族舞出身，基本功一般，范儿也不正，考民间舞系还行，考芭蕾会不会有点太弱了？于老师，您说的有道理，这基本功弱呀可以教，但有些东西啊是教不会的。主任您说呢？既然林老师这么说，咱们就再留一轮，下一轮看看，万一是个好苗子呢？哎，我也好紧张。哎，就过呀，就过呀。哎，让一下，哎，让一下。不是，是不是你们？哎，我过了。哎，那是我的名字，我过了。你在这儿。哎，小小文。是吗？啊，我的老婆，小文，老婆。多谢了你的 U 盘，既然咱们都过了，那一起去吃个饭。我向往海舞食堂已经很久了。走吧，哥请客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哇，开饭了，多吃点。好，多吃点。嗯，哎，别玩手机了，赶紧吃饭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哎，我是头一回见到学舞的妹子，像她这么能吃的。干饭人干饭魂。干饭人才是人上人，懂不懂？啊，懂懂懂懂懂。哎，对了，话说你们云南人是不是都会孔雀舞？对啊，我们云南人不仅啊学孔雀舞，还有宝石鉴赏、缉毒知识、野生菌识别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大象驯服与骑乘。哇，真的假的？肖布，你傻吧？人家云南人就一定要会跳孔雀舞吗？那我们内蒙人岂不是要骑马上学？我就是觉得吧，他要真有这些课，我还就真想上。还你别蒙我吧。我可没骗你啊，我是真的会孔雀舞。哇，石丽萍老师来了。哎呀，你这石丽萍，你这鸡腿油扯到我身上了。那陪你个鸡腿，一个鸡腿总够了吧？自己吃吧。那给潘潘吧。谢谢小春。才过初试就这么高兴，海舞的要求真是越来越低了，什么野路子都能来考，一堆废柴。什么意思啊？说谁野路子？初试的最后一名还有心情庆祝，不过也对，你们也就是来陪跑的选手罢了。闷闷，你凭什么那么说？看过我们跳舞吗？舞蹈是门高级的艺术，不是谁都配跳舞的。你们对舞蹈连点最基本的敬畏都没有，还想进海舞，你说是不是凌晨？我车好了。哎，我们怎么不会跳舞了？我们只要想跳舞，在哪儿都能跳。王子和公主这么拽的吗？嗨，人家血统纯正，瞧不上咱们野路子也正常。无所谓了。什么叫无所谓啊？我们就要考上海舞。就是。那个凌晨也许不是那个意思。不管了，咱们明天先打起120分的精神，好好考试，不蒸馒头，争口气。嗯，好。哎，对了，咱们给我们的小队起个名字吧。啊，对啊。人家都叫什么正义联盟、复仇者联盟的，咱也起个霸气一点的。废柴联盟。废柴。废柴。他们都说我们是废柴，废柴怎么了？废柴也是木头，也能生火，我们就点燃这把火，照亮全宇宙。嗯，说的有道理。来吧，一。2、3，废柴联盟，加油！加油！To miss the 10 ，OK， and this one， just dance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You're welcome. Thank you very much。
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，不好意思。死天鹅，怎么到哪儿都能碰见你，真倒霉。这应该是我说的吧？你也喜欢范林清？是我爸让我来的，我才不会跟你喜欢同样的人。也是，以你的水平，确实欣赏不来巴林青。那你，凌晨，该去学校助考了。妈，请允许我在心里这样叫你，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只能称呼您为于老师。四岁那年您就让我开始跳舞了，从那以后我一直尽力做到你期望的一切，永远都是别人口中的模范生。而我一直没有告诉您的是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感受不到跳舞的乐趣了。我不知道自己跳舞是为了什么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除了跳舞还能做什么。我心中充满了疑问，我为什么要跳舞？我只能跳舞吗？而我到底是什么人？在麻木中起舞是不可能会跳出好的作品的，我相信你也同意吧。我决定出去走一走，外头更广大的世界可能才会有我所寻找的答案，而到那个时候我才会明白凌晨是谁，跳舞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望你谅解。辛苦啦。哎，不客气。他本人真的好有气质啊，我特别喜欢他。哎，拿来。哎，东西呢？干嘛呀？随便翻我包。我说的是书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不给我惹麻烦你就难受。巴兰钦的那本书寄走了呀。寄走了？寄回老家了。拿反了，这才是你的。哎呀，不就是拿反了吗？我不跟你计较。重点不是那本书，是里面有我的护照。我没发现里面有东西啊，会不会在你行李里啊？嗯，好了，确实是我拿错了。你这个是我的，对不起，我是真的没注意到里面有东西啊。那么厚的一本护照，你看不见吗？我不是都跟你道歉了吗？那大不了我爸收到之后再给你寄回来不就行了？你现在道歉有用吗？再说了，我一会儿就要坐飞机用的。你那么着急去哪儿？肯尼亚。肯尼亚是哪儿？一个可以洗涤灵魂的地方。几点了？我要考试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沈小春。坐吧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好，今天是咱们海舞芭蕾舞专业的复试，只有通过今天的考试你们才能拿到海舞的文考证，你们好好发挥吧。来吧，于老师。我来说一下考试流程。我们今天的考试内容是即兴舞蹈，我们所播放的音乐有可能是外国古典、外国民族、中国古典、中国民族，甚至是流行音乐。这场考试不拘泥舞种，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。我们准备开始吧。请你们按照你们抽到的顺序和题目依次上场就可以了。第一位考生开始。加油，你可以的。考试时间3分钟，时间到了我会按铃的。还没来？不知道，我刚刚问他的时候他说已经在路上了。你看，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芭蕾舞者，海舞是他的母校。这就是你考海舞的原因？嗯，我爸年轻的时候没实现的梦想，我想替他完成。
这是撞枪口上了。确实挺难的。虽然有失误，但是我看整体感觉还是可以的。失误了还能接着跳，不乱，心情平稳，不错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来参加考试，准考证。啊，对。嗯，我记得在包里，怎么找不到了？不是我为难你啊，没有准考证就不能考试。小春，给准考证落车上了。谢谢啊，准考证，我能进去参加考试了吗？考试已经开始了。现在不能进去，会影响其他人考试。拜托通融一下，我路上突然有事耽搁了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这次考试对我很重要，求求你了。于满满，你让进去吧。我得问老师，我说了不算。怎么回事？里面考试呢，说话那么大声。老师，这位同学来晚了，我正想问问你怎么办呢。准考证我看一下。嗯。同学，你迟到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。原则上是要取消你考试资格的。我，老师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这次考试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，求求你了。老师，他迟到都怪我，不怪他。你说吧，凌晨，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我把他的准考证拿走了，所以他才迟到的。我已经给主任还有老师发短信解释过了，老师，你也帮帮忙吧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你也别着急，这样吧。等所有人都考完试之后，我再跟系主任请示一下，看怎么安排你考试，好吧？谢谢你，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谢谢你啊。好，今天考试结束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个叫石小春的还没到是吗？凌晨给我发信息说，因为他的原因迟到了，想让大家再等一下。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迟到就是迟到了。各位老师，沈小春同学是因为我凌晨的个人原因导致他缺席考试，恳请各位老师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迟到半个小时以上不允许考试，你是助考，难道不了解考规吗？我已经把消息发给了系主任，系主任是知道的，而且我们学校章程有规定，只要能够在考试结束之前告知紧急情况，老师是有义务让学生参加完考试的。我再一次恳请各位老师，让沈小春同学完成这一次的考试。既然你已经跟主任报备了，我看还是考一下吧。我们于老师啊，平时是最惜才的，万一漏掉一个好苗子，错过就可惜了，是不是？于老师，我们学校招生工作的大原则，就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考试服务与考试环境。既然孩子们最后一刻都赶到了，咱应该给他一次机会，我觉得。好，沈小春，不要浪费这么多人给你争取的这个机会。沈小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准备考试。哦，好，加油。因为我觉得跳舞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事情，我爸年轻时没实现的梦想，我想替他完成。
好，那今天考试结束了，各位同学可以退场了。对了，刚才谢谢你啊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连试都考不了了。咱俩加个微信吧，等我回去尽快把护照寄给你。那我先走了。就是你。